感觉上乖的啊。我不是，我若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笑话啦。什么笑话？因为阮陈林先最近找一个男朋友，就是医生啦。哦。啊，阮以前吼，阮遐一个庄口吼，囡仔吼啊，常来咧破病。嘿。啊，叫医生看看，医生吼就叫护士甲注射。哎呦。啊，甲注射注到尾，伊就咒抓。安怎？我绝对要找护士。啥话？哎呦，大家可能讲，伊注射注到这甲护士有感情啊。哎呀。那就敢问，为什么要找护士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细汉就叫迄个护士弟甲恁买毒，甲恁买毒。恁买大汉以后，绝对要甲毒倒转来，要甲毒。喂，你年纪那么小，为什么还会笑？你听得懂吗？欸、因为嘛捌毒，捌叫护士毒过啦。安尼哦，你哪会呢？喂哦，哎、欸、呀，你、哦、我感觉你那像我毒的迄种的感觉诶，足爽诶。笑你唔敢，通常呢，那你算一下哈。我绝对唔敢。我一嘴讲我唔敢，哦，一该啉烧酒醉要听歌，我都唔敢个。啊，你啊，你唔敢讲讲出啦，咱讲来听。哎，几啊年啊，哎，几啊年啊，以前哪个安怎，伊即摆做阮某啊？哎呦，系啊，我就是唔敢，我惊伊食重咸的吼。啊，你啊喂，哇，到时阵我定定甲堵，定定甲堵，伊都甲堵倒转来。喂，过来，老师准备好了哈，来，预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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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。来，大家帮忙过来。来破下锅的是阿登达的秀，好棒好棒，在直播吗？直播是不是？拍手。阿登达。Yeah.